死。想看我吸什么？我吸给你。现场示范如何关跑车门，让人看了啧啧称奇。老萧爱玩跑车，众人所知，但是13号傍晚却出车祸。萧敬腾 IG 上放上了一张哭哭脸，说自己真心抱歉，因为刚刚开车不小心跟路人擦撞，对不起耽误您宝贵时间，还让您受伤，自己很内疚，希望您早日康复，有什么需要请跟公司联络。也谢谢警察伯伯们的辛苦，更谢谢同事帮忙擦屁股，辛苦大家。原来行进台北南港东新街时，老萧的白色千万跑车奥斯顿马丁和一辆白色轿车一前一后停等红灯，没想到绿灯时老萧起步太快，直接撞了上去，导致发生车祸。急刹，然后是牙齿有碰到下，然后他说但没事。嗯，了解。所以目前他们双方是就是都没事，两个人都没事，都是车子撞到而已。车子那个女生的车凹一个洞，然后老萧的车有一点点擦伤。平常都爱开跑车代步，连打篮球也是开跑车到篮球场，只是没有想到这次开爱车撞到别人，老萧只能赶紧道歉，请求对方原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